哎，我们的豪哥出现了。翩翩少年欧豪带着新作《妖猫传》来到新浪明星特别任务的直播间。在《妖猫传》中，欧豪饰演的丹龙与刘昊然饰演的白龙之间的兄弟情非常令影迷期待，他俩还有一场戏要大秀美腿，激情满满。欧豪还感叹盛唐是个非常性感的朝代。大腿，我们白龙是会放手的一个少年，大家可能单独看会觉得这个有点奇怪的感觉啊，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是特别适合的。欧豪虽然是歌手出道，近几年在演艺方面的成绩值得点赞，因为自带少年感，诠释的角色也是青春气息十足。当了演员的欧豪说自己很辛苦，但也好幸福。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拍一场戏一个角色，你需要非常的悲伤的心情，那你就得调动你的情绪，你一旦认真了，他有时候就会这样，所以就也有他的不容易的地方，但也是幸福的。欧豪在直播间里不改大哥作风，隔空开怼粉丝宝宝，都这样了，海鸥们还对他不离不弃，果然是真爱无疑了。你好，你叫什么？没洗头，没化妆。那你连什么线啊？你连头都不洗，要不你先回去洗头。命令豪哥被粉丝催交作业，竟然在直播过程中霸起立 flag， 说自己30岁之前一定能完成，很期待他的新作品哦。我觉得我30岁之前一定会写完。欧豪可是网瘾少年一枚，高段位选手是不是有很多粉丝宝宝迫切想求带飞了呢？然而欧豪却说他理想的24小时生活竟然是睡个昏天黑地，你是有多缺觉啊？老师睡觉。对，最近其实睡眠不太好，所以睡眠不太好，希望能够多一些时间可以睡觉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欧豪大发福利，大佬上身贡献经典表情包。我依然爱你，就是唯一的退路。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。原来大老豪也是有如此可爱的一面，难怪海鸥们会永远粉你下去。